在桃园中立出生，但过没几个月之后，我又回到了宜兰，一待就是待了12年。但因为现在又要回去了，因为我考上了美术班。以前是我们的养鸭地站，现在已经被阿嬷利用。较早真远啦，土地拢真空旷，真远啊。鸭的时阵，说拢有迄个鸭肉来你遮食草。伫这个坡，伫这个草坡食草呢。啊，所以呢，这叫做落坡啦。梅花鹿，按台湾特有的畜鹿，畜鹿你们知道吗？畜兽的鹿哦，没有花，身上没有花那个鹿，它是畜鹿哦。为什么这边叫鹿埔？我听起来讲是因为说这边的水质很好，然后空气也很好，然后就是这些树跟草都没有被侵袭到，所以鹿会来这边。然后也有可能是鹿很多，然后就被取名为鹿埔。请问为什么正安宫会盖出来？为什么要盖正安宫？早期民国在吴沙之后，吴沙你知道吗？有一个郊区的吴沙，他最早到罗马人到宜兰来嘛，而从西部背负过来的三王，这个我们三山国王，很妙，正安宫的三山国王的神像啊，从西部带过来。三尖国王啊，哈、哦，也是三尖国王，恁阿公伫遐做主母，啊、哦，啊，这个过程啊，较早你就问恁阿公就好啊。学长因为要去读国中，所以我接下这份任务，两台警车哎，啊，然后我就过去看。结果是有人被抓，然后我就去问别的老阿公说为什么，然后他们说因为赌博啊。这边是正三宫旁边的两棵松树，这明明是榕树，怎么可能是松树？因为榕树的台语叫做熊啊，所以就变成松树。这里是松树门，其这边是一个天然涌泉，只是人把它改造成游泳池，然后里面通常会假日的话有很多人会去游泳，然后相较之下跟涌泉相较之下的话，涌泉那边的人比较多，这边的水比较冰，所以都有特色。你在游泳池发生过什么事情？就是在滑水道那边，我就一直滑，一直滑，一直滑，然后结果妹妹滑到一半，然后就去中人池，然后结果我去找到她，然后结果。我溜完下去看，然后结果他在那边玩得很开心，然后我也很开心。
堂哥有一次要去钓鱼，可是一直找不到适合的钓场。然后后来我们经过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就突然发现这边有鱼。然后我们来之前就有两个人在这边钓了。然后这边的水特别冰，几乎完全很接近有，完全就是涌泉。然后夏天就是我会跟我爸去抓溪虾，就拿着小网子去抓，然后就沿着那条小溪一直走上去。这就是我们这边的特色，我坐车会在那边叫叫叫。好多东西哦，连香都有，哇，连洗衣粉也有。中了哟。我常常来买那个冰，还有饼干、糖果，还有饮料，一个礼拜至少要来两次。为什么你会觉得那个这边比这边跟 Seven 有什么不一样？这边就比较老旧，我很喜欢那种感觉。这里以前有一颗大石头，上面都是斑鳍龟，都这么大只。以前我们常常下来这边抓乌龟。那颗石头不见了，你有何感想？觉得不太好，挖下去了。好冰哦！不小心陷下去了。舒服吗？超舒服。那你脚下的那个是什么？我脚下。你脚下，你踩下去会冒泡泡的，那是什么？沙子。冒泡泡哎。哦，那是水啊。水涌出来吗？对啊。因为那边可以玩水，然后夏天的时候玩水的时候，湖水会很凉，然后地下水又很凉。你知道我有在拍吗？快点下来！这是我家旁边的快乐湖。为什么会叫快乐湖？因为我表哥他是来快乐湖的第一个人，然后他有一次来这边玩水，他就觉得很快乐，所以把它命名为快乐湖。像过年呢，我就最爱玩，把冲鞭炮放在水里面玩，然后就那边以前水也是从那边来，那个洞有一个洞，那么你就往那个方向冲进去，然后如果听到那个爆炸声有没有，就那个石头就爆上来，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手有没有，就是像手榴弹一样把它丢进水里。还有那个地方有没有？以前我们有那个玩水鸳鸯，然后旁边放冲鞭炮，然后再放一个那个小小的，然后再放个丢鞭炮，然后大便鞭炮的把它放在旁边，不。你有关吗？那云端好多飞鸟，让它
它传递我的讯号。呜呜。一横一竖，用心雕刻。现在黄幼龙要把他的汽水压下那个管子里面，不知道会不会怎样。去远方，只把我放在心上。世界过度膨胀，文字语法、颜色、音画都太抽象。你要去远方，让我慢慢习惯吧。我在这边待了12年，然后现在有点舍不得，因为我想要回去桃园的中立，然后因为现在回去，所以我就觉得，有点舍不得。然后我觉得这边的小孩就像个鹿一样尽情的奔跑。